摩羯台风摧枯拉朽，人倒了，树断了，楼塌了，门窗被飞走，汽车遭掀翻，唯独他屹立不摇。这奇迹一幕发生在广东湛江。10点多的时候大概是10级，去到11点多的时候大概风力去到11、12级，那些杆都被吹掉了，那个鸭子又在那个地定的在哪里。台风来袭，大可不必的画面一波上网，立刻引爆讨论。鸭子它具备出色的自我平衡能力，再加上鸭子的底部脚蹼不仅宽大，而且呈钩状，能抓住地面。原来鸭子不但平衡感佳，脚底粗糙，皮肤还能防滑，提供岸上稳定性。鸭子呢还有一项绝技，即调整翅膀，它们可以通过调整翅膀的角度啊，来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。专家表示，以绿头鸭为例，尾部的油脂腺还能分泌外层羽毛的防水涂料，内层羽毛则提供保暖。更重要的是，鸭子处变不惊的个性，大风大雨、电闪雷鸣，这个时候乱跑呢，其实更容易撞伤或者摔伤。群居的鸟类或禽类呢，还有可能发生踩踏。这个时候啊，不如站着不动。也难怪每当台风来袭，网上就会出现像这样的鸭子听雷画面。周又从摩羯肆虐中全身而退，让网友不禁赞叹：果然是压力山大。摘新闻综合报道。